跳边唱的，对，这是第一次吗？对，第一次的 showcase， 对，练了那么久，今天第一次在台上表演，对啊。好，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《靠时地有灾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思维这么年轻啊，怎么会来唱歌台？对，啊，他阿嬷切卡未唱歌台。你讲阿嬷咯，你讲阿嬷。来，加油！啊，来。Okay, I'm very curious. Yes. Why you come and sing 歌台？歌台啊。Yeah, you should go to Channel 5, right? Channel 5, because Channel 5 don't set me. Okay, 为什么？是谁带你们进来歌台？还是师傅带我们进来？对，师傅。哇！自己走向前好。你们的师傅叫什么名啊？谁呀？王雷师傅。啊，这个四位是哪一位最资深的？最资深的，就是朱慧珍。最老的。哎，通常最资
深的哦，都是长得会比哦年轻还要娇小的。他跟建斌最可怜。哎，你们说，全新加坡的 building 他们都可以去，是，只有一个 building 他们去不了。哪个 building？ 来福士72楼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们电梯按不到72楼。主屋不用，不用我们自己按的，不用这样，有人帮我们按的。建斌大哥，你一直问他们，为什么他们来唱歌台？是，现在轮到我问你了，为什么你穿到这个衣服来？穿这个美金的衣服，意思是啊，我唱完了啊，然后就到台主的面前啊，该还钱了。OK， 还有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拜王雷为师？为什么？因为王雷教歌不用钱。因为他们都是住在比较没有那么好过的家庭，对，全部都住在三房式主屋啦，爸爸妈妈都是在做苦力啦，所以要交学费是一种负担啊，钱也不要说，所以你没有收，没有收，真的，今年啦，你看见瑞斌咩？杨丽的瑞斌啊，拢个情侣聊聊。老师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些老师都不一样的，就像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同学来学歌不用缴学费，但是要跟老师睡。没有，是顺口溜。乱来啊你！顺口溜对。所以建斌在歌台你最少40年，四十年，1978年，1978年呐、啊，我唱歌，我还没有出世呢，骗人，1978年，你认为啊这四位小将，你认为要怎样去点评？是，我觉得在你训练之下是不太会有什么前途。不错，师父引进门，修行看个人啊。所以，因为第一，你也不会跳舞，，所以你要找个老师教他们跳。是，很辛苦。但是你福建歌你是擅长，是，所以他们的福建歌没有问题。是呀，所以跳舞你们千万不要学王雷，千万他是那个脖子。跳舞要跟浩浩学。谢谢。所以你们要走这条路走下去，绝对不能只会唱歌，对，一定要歌舞剧样样都会，是，是不是？是，要加油啦！好 ，OK 啊，祝你们在歌台大放异彩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接班人。但是功课也要读好它。讲到功课啊，去年考第几名啊？去年啊？考虑好好啊，教育部在。还好，不错。他们现在不是说第几名了，是分数的。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四位精神可嘉，他们呢除了要这个唱歌之外，其实他们的学业都一直有在进步。因为他们全部考试的时候都在碰见真正的中年歌台、中年会考，都是在大考的时候。可是他们都应付得非常的好。对，是吧？好像第二位今年也是拼过啊，中试也刚好碰到歌台，他就自己选择休息，放弃歌台，结果他考进义安公益学院。恭喜！太好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也不简单啊，他也是在考试当中哦，那个几个月份暂时放弃歌台，后来现在进入哪一间？大马西也是不错啊。对，这一位也是不错啊，已经在我们的伯利第几年了？今年第二年。是不是？他也是他小六就唱歌台了。对，小六就唱歌台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呢，希望我们好多很多的这个小朋友，如果你们喜欢唱歌的话呢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歌台，因为你看。这些大姐姐们都很会唱歌，又很会读书。是，如果要来找我，1小时200，现在我要收钱。文化的传承是不能收钱。OK， 因为文化的传承之后，以后你就变成我们历史的古迹。是，以后你的照片都会放在博物院。喂，来了，谢谢四位，谢谢大家，来了，哇，非常非常的。